W 交了 ，W 交了，这个位置卖了个破绽，但没拉回来，好像一技能差一点点，而且后面的比翼双刃是拉到了赶过来的瞎子 ，Q 闪，顶回来，稳死板了。哇，这一波动手的时机手的问题嘛，线还是打不过。酒桶过来了，开着掠食者，这个位置先交赤烈冲锋，回身可能要交闪现了，先交闪被乌鸦拉回来，但是酒桶没溜，硬伤害往回灌。好，大招交回来之后，风向炎去出一套护盾，哦，有金反杀，哇，光之反杀，因为这有视野看到了响月的中野，酒桶已经过来提前一步冲，反住大招再炸回两个人，下次血量很低，老美交闪现过去，先收一人，回身比翼双刃拉住之后，杜伊比应该也走不掉，是的，是的，双杀给到 low 肯的卡莎，想先接龙，想先接龙，卡莎的位置稍微有点远，但卡莎是可以而过来的，看一下龙团两边蓄势待发，这个龙的血量已经来到了2000。 想要拼惩戒，看一下谁的龙是盲僧的，打起来牛头在前面，跟在他们先手大招，他们大招炸过来被乌鸦拉了一下，这边乌鸦已经能拉得很好，拉了两个人卡扎，而且先打前排，为了开一个秒表之后，而 W 这边先斩一个牛头，浑身还想封上斯巴鲁的位置特别的好，但是牛头把他一刀了，上面奥恩交一个闪现之后被刀被追死，斯巴鲁这边还在走位，但这波团战应该要被京都给拿下来了，这波。 其实帽子的羊，我觉得已经撞了相当不错了，但Loken全持保持了一个B，看出效果了。野区牛牛抓到了Flawless，比翼双刃晕住，直接过来秒掉了。最后是京东这个时候就是进可攻破大自己的优势，在大龙刷新之前啊。奥恩开大招撞一下，这面刀妹已经进场先给了一个，以后自己拉出来塔的血量很低，等塔爆掉以后可以的再往前一个爆破阵容，直接炸的 Flawless。 另外一边Loken的一个大对面闪现给躲掉，但是杜海坦在前面。 一个大招直接炸死了老贼，这时候绿帽看到一个机会，上去二连打起两个人，团灭18分钟，从中路的外塔打到内塔的一波越塔，就是在你红区末期，你来嘛，你来我就白白消耗你，你不来我就卡着你，现在下路兵线也是，比较 OK 的，这位置拉到帽子了，帽子交一个视野，他们卡上二，他们交一个视野，卡上的伤害很高，帝国世界封住了帽子退路，回身的大招大台可以，但是帽子已经先一步被收掉了，羊没有办法有人回跳了，各家他顶在前面很努力，但是。 即使用石甲鬼石板甲也脆得像纸一样，刀妹开了一个秒表之后，回身回到队友身边，Zoom顶了上去，老贼破坏多一下交闪现，先锋之刃晕倒他，老贼直接被秒杀，再拉回来一个奇奇啊！ 给机会，接下来 Q 闪现拿下。 打了也没办法呀，这个位置要再不走，可能又要被开。杜英斌这个位置被拉到了，拉回来之后牛头一个二连卡上，直接而过来。杜英斌的血量下的非常非常快，交一个神兽，开了石甲鬼石板甲，哦，一个回家跳起来，乌鸦已经后面的卡莎，那这边刀妹已经大招进去了，刀妹这个时候 Q 进去，刀妹在扛塔，这边有没有机会？不行，斯巴鲁对好像已经快被秒掉了，最后被克利特的一个巨和暴风雪给炸死了。后面还有一个奇牙，上面的卡莎已经解决掉了，貌似一个前锋之刃拉到之后，在门口的杜英斌赶紧往水源里跑，然后打的有点凶，已经 Q 到水源门口，但没有吸引到水源的仇恨，最终应该是在22:2的人头比当中。 京东 Gaming 27分不到的比赛拿下第一局的胜利，对我们恭喜京东。